知道是同一个。保护村民的东西啊，对，我们要做保护村民的东西，那很简单。我这里有很多甘蔗。有，我那个之后会挖洞挖窗户，我现在只是想要先把量体盖好，然后再看要怎么挖。习惯先这样子。灵魂上限只能减到 0.5， 巧克力可以减到 0.25。 对，我有注意到。二三，村民要怎么拿呢？一个就好了。哒哒，哎呦喂，不要，是这怎么吓到你？应该是不行啊。我被真的苦力怕炸了一下。嘿，呵呵，咕咕咕，我在忙哦，听到的声音都不是我。咕咕，我也在忙。谁在灭火？我们大家都在忙。应该是僵尸在灭火。今天的目标是什么？养蜜蜂，养到可以养出蜂王。姜，蜂王姜，蜂王乳，蜂王乳吗？是我要先去采灵魂沙，我去找灵魂沙了。对啊，没有鹰架好难盖哦。应该是说，这模组生存应该有更方便可以用飞，但是我还没做。嗯，你可以做那个，这样有一个，有一个我们现在应该是可以做得出来的，飞的吗？它是短暂的飞行。哦，短暂飞行，你是说护身符吗？不是，它是戒指。不是有个护身符是可以按空白键是可以在空中跳？护身符吗？我说的是飞行鱿鱼指环，这个我们现在应该做得出来。哦，嗯，哦，感谢，对啊，飞行指环吗？快提，快掉了。你可以说看看，我看一下，飞行鱿鱼指环。这个我们现在是可以弄得出来的，只是你可能要稍微找一下所需要的材料。我只看到基因模板。基因模板，炫光飞天果，好炫哦！哇，炫光飞天果有够难做的，而且他说只给你几秒的飞行时间，可以要创造量飞，还是第十一个月？我也不知道。你可以先做这个了。我靠，这什么？好可爱！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看我能不能吓到你比无名。吓什么？没有吓到啊 ，YT 的很难吓到我啦，不啦，退群能吓到我啦。感谢续订。飞行玉环哪一个？哇，御空饰品。所以石砖空。有石砖墙啊！好，我再找这个。玉空长什么样子？我看吗？好想你，好想你，你在干嘛啦？好想你，好想你，谁在干嘛？是真的，真的好想你。轮流续订，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新年快乐，波浪符。做什么？感谢续订，感谢三位同时续订。还有什么？给予你御空行走的能力，潜行可以下降。对啊，我刚刚是讲这个啊。他可以在空中走路的样子，那你跳起来还是飘起来吗？没有，感觉是踩一格，我猜的啦。哦，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我第四个啊，好想你。我才想骂说到底又是谁？我第四个，感谢团团，感谢团团。哎呦，然后感谢超级留言。我现在弄什么？要弄村民的地方，我要把村民一个一个归类了。反正这个是用在影片的，可是我觉得村民太多，我好受不了。我试看看，御空饰品需要一些铁锭，一些疙瘩，疙瘩繁星那边有，去拿。有。浮空方块。跳起来踩一格上去哦。他英文不知道是什么，现在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跟风矮黑小鱼，然后它是一颗感谢阿贝会发亮的浅蓝色吗？这是
蓝色石头，对，会发亮的蓝色石头，会发亮的浅蓝色石头，看看哈，好，蓝紫色啊，有点紫，嘿，也不能太贴墙，对不对？僵尸在第几页啊？我看一下，你打护身符就有了啦。团团的是说他是英文的啊，我没有我没有装那个汉化的。哦，你从往后面翻，你从后面翻。嗯、感谢梦梦、嗯、超级留言。你有没有看到绿色的苹果？啊、有啊，旁边、啊、在旁边一点，你一直往他的左边找，你会找到一个玉。感谢我们超级留言。啊，够了够了，虚空饰品哦，够了够了够了，不是虚空，在旁边一个玉空。玉空，虚空旁边一个而已啊。我虚空旁边是空哦，空气。哦，你还是空气哦。哦。他们说这个啦，这个可往上跳一格的话，你就可以站在半空中。哦。试看看，我去做看看。我也是说这个啊。我要去，那我要去跟你们那个了。要东西。因为我们钻石跟地狱哥打。我可以送你们玻璃球。玻璃球，我现在只有玻璃球。玻璃球，好好哦。那个啦，哎、欸，里面是有玛纳的哦。我对你们完全一点帮助都没有。哎、欸，搞不好有用啊。玛纳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你是说我没有什么？我也来听破风波浪符，波浪符，波浪符，第四个月了，波浪符，波浪符，波浪符。感谢，够了，够了，够了，真的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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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够了，够了，感谢汤包包续订。如果这个视频再加上我的跳跃能力，我不是可以一次跳好几格？那你准备摔死吧你。啊，不然人家信不得就好了。还有 SM7，不，哎、欸，他没有啊，他不能穿。对，我这个一定要穿整套才有效果。对啊，这是很心仪的钻石跟哥达雷。钻石在炉子旁边，哥达在地狱门后面。炉子旁边，旁边，哦。一个谢甲鱼的熊猫礼物，这个给你，给我什么？这个给你，给我什么？不要，你知道我喜欢什么颜色吗？你猜对的话，我就接受。啊，什么东西？你猜我喜欢什么颜色？你猜对的话，我就接受你的礼物。我不知道，完蛋了。那就不要接受了。橘色，感谢菲亚斯。哎，不是，哎，叫错了，对不起。感谢小陈超级留言，新年快乐！感谢，现在下不了，请大家等一下再来。对，现在下不了。嗯、然后我在准备了，有等一下有会员，不然等一下吓到。等一下，我们地狱门后面讲几次？你还乱跳？等一下踩坏我的田。他这个有耐久度哎、欸。有啊，有啊，有啊。什么？你是说那个、啊？你想想看，这么好做的东西，一定有啊。啊，他能不能往下？他不能快速往下，好哦、欸。好吧，还好没有做。他只能对驯服藤慢慢的往下而已。繁星喜欢紫色哦。对啊，我其实最喜欢的是紫色。居然、嗯，那你为什么当初人生没有想说用？等一下，有会员。耶、yeah, ，我猜对了。扁，不是扁跟我讲的。感谢会员，没有，我当时是因为我头发染橘色的，哦，所以是照你当时的发色。对，我当时是就穿黄色衣服，蓝色短裤。那我猜对一半，给你一半啊？哪里一半啊？紫色跟橘色完全不搭，不相干，好吗？这到底能干嘛、啊？我不知道那个能给你干嘛，你知道？之后是有装备需要消耗玛纳啦。之后再讲。你说你如果现在有个针头，你把它打进去你身体里的话，你不是带那个天使环右下角两条吗？哼，你有一条就会里面，它有一条是代表你身体的玛纳，你身体内就会有玛纳这样。请问你有针头吗？药头？
有啊，我有啊。那我要打针给你，你可以扎一下自己。好，我想要扎一下。我找一下。哎、欸，那个毒品是有害生命的哦。等一下，可是我们这样子是共用针头哎、欸。哇哇哇，这更恐怖，这更恐怖！快快快快，你有什么什么病吗？有什么病要先讲哦，不要害人哦。对啊，为什么？欸，我找不到针头啊，做一个给你啊，新的，做一个新的，做一个新的。知道哎、欸，其他人 YT 有问题吗？如果没有，我就重开嘛。药头的，卖药咯。针头好做吗？好沙子跟哦，只要玻璃就好。等一下，我突然忘记怎么做它了。哦，哎、欸，做出来了。来，你把它跟玛纳合在一起。我在你上面。哦，把它跟玛纳合球合在一起，然后对自己扎。有没有灵魂沙？然后来点右键吗？对啊，一直压住。啊、哦！这个声音。你看，你看，你看我的动作。那灵魂沙了。嘿，你怎样了？你没看到我的动作吗？没有。有灵魂沙，你怎么了？这怎么做？有些东风的礼物，这不就是一般表情吗？对啊，我就只是按 T 右边有个表情动作可以按而已啊。这怎么 T 是整理包包？哎、欸，右边啊，右边有一个表情动作啊。哪里啊？要怎么点？你打字那边右边不是有个表，应该会有一个，就是你哎、欸，你们没有吗？哦，蛋，那动作，你说这样子啊？动作啊，对啊，就有啦。我的 T 不是那个了。哦，反正就是打开强化的页面。哦，再打一针，再一针，好了，一针一针再一针，耶、yeah, ！你打下去了。紫色配橘色很棒，会吗？在干嘛？嗯，好，我来做了。东风福袋，你怎么只送福袋啊？你怎么一直送他福袋啊？对啊。怎么收到其他的、啊所以你是不是应该要拿那个钱去买福袋了那个钱要买福袋好像感谢新兔崽子感谢感谢你可以去买那个、啊、感谢你成为兔崽子咯你可以去买 Seven 的福袋 Seven 福袋应该抢光了吧那不是一开麦就没了吗、哦、也是啦蓝色配橘色对啊就是蓝色配橘色是我的头发跟裤子啊骨块，我把针头藏起来了。我们刚刚做了最坏的示范。不会啊，我们是用新的针头哎、欸。也是。对啊，很多医院都是直接省材料、省成本不换针头的哎、欸。哎、欸，讲真的啊，骨块用骨粉、啊。哦，是要骨粉才可以哦。对，不是用骨头哦。红跟蓝，红跟蓝是 CP 色哈。这可以直接放吗？用过的不能合哦，哈，那我可以这样合吗？可以，好的。这样呢？那我们就在外面围一圈框架，一圈刺。有了，我有饰品了，太好了。旧的会不会得有艾滋啊？只要对方没有艾滋，你就不会有艾滋。对啊，他们说会那个的原因就只是因为团团有艾滋病，就他把他的针头打在我身上，我也会得艾滋病。这样子就会有啊，如果我没有的话，他也不会有。对，嘿，一切都是要看那个用过的人有没有。然后艾滋说你这样做就有。然后艾滋病不是同性恋引起的哦。嗯，艾滋病是听说是黑猩猩杂交后。真的啊，黑猩猩在那边欧贝来，然后造成的。感谢菲亚斯新观众，对啊，今天新来的哎、欸。我怎么把它关掉啊？关啥？那空气。感谢滑倒。有颗键吧？哎，说按右键啊，我刚按右键没有用，超按右键不是。设定你的重生点欸，你摔死或什么是设定在那边。他说右键单击已切换开或关。嗯啊，
右键单击已设置，是否设为重生点？对啊，目前模式开。你是不是玩的跟我不一样？句话啦，没有。可是我这边的翻译就只有写右键单击已切换，然后就没了。哦，我觉得是翻译包的关系。翻译可能没有完整。对，这个翻译包怪怪的。欸，可是真的好好用哦，哇，很好用啊。我在家超好，我真的是挂机挂到无聊，把几乎很多视频全部看完了。视频。视频不是视频哦，视频关注投币点赞。哎呦，视频雄风，哎，我们又可以去用这个了。这个还有大火把，我之后来做。是大火把风后，我的寻常风后还有没有？没有了。哎呦！啊，教主，我就是那天三缺一的那个，昨天输惨，现在要去输，所以先下了，拜拜。哎呀，不要再赌了啦！他们就是想捞光你的钱呐、啊，拒绝。如果母亲有艾滋，然后怀孕期间哦，你什么怀孕期间？哦，你是说那个遗传哦？妈妈有艾滋的话，带菌者啊？对啊。树啊，对啊，欸，我要干嘛？好，我们继续来拿神奇棒棒。怎么又晚上了？晚上我不能做事啊！我来多做一点灵魂框架。那是建筑神器耶、欸。那个，你说建筑棒棒吗？那个踏浮空的、可以踏的浮空的这个饰品。哦，种子有不够了。种子，有人提到种子不够了吗？抱歉，不是我的种子。我需要更多的种子油。哦，我要很多的种子油。一二三四，鼻孔好痒，等一下挖一下。挖，慢挖，挖。我那时候在补这个，就不小心按到了这一面，就是那个建筑棒棒，不是可以 不小心按住，就已经整片都是要铲掉的那种。对啊，对，我在地狱的时候这样干到过。啊，地狱那个很大哎、欸，范围。对啊，盖到累，是一片。对啊，这个是怕雷打下来。刚刚也是有一片啊，挖到爆炸。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它迟早会被我用完的，我把它先放在包包里面。你说饰品哦？对啊，会啊，这样就不会了啊。这样，我把它放在包包里面。那耐久算蛮多的，是没错啊。但是因为我家有高低差，每次走一走，它就突然飞起来、啊哦，自己飞起来。对，确实蛮麻烦。哎、欸，啊、如果你已经飞到很空中，你把饰品拿下来，就直接坠落。就坠落啦、啊啊、那这样很快就下来啦、啊、很好啊，然后来不及放回来就摔死了。我穿死亡鞋吗？一个那个，哎呀啪，哎呀你怎么又死了、哦、鼻子又好痒，抓一下。抓增加突变率，等一下，嗯，我来看看我还需要什么蜜蜂啊。蜜蜂，蜜蜂，钻石、听说你们在嗑药，嗑完了、嗯、我们不是嗑药，我们是打药。对、哦、你是不是想打一口啊？打完然后反正你体内就有满满的玛娜，都是团团的白色液体。哈，哎呦，那明就蓝的。蓝色的吗？原来是蓝色的。那明就蓝的。原来团团的是蓝色的。就蓝的。杰克，你是不是睡刚睡醒啊？没有，刚用完影片。哦，好好、哦，那声音听起来感觉像刚睡醒。不是啦，不是刚睡醒，喉咙有点痰啊。哇塞，大家都怎样？那个，我好像有非凡，过年感冒是不是？我有非凡。在聊什么？昨天说的十字弩0.1秒射完，我试了工10分滴才。哦，对啊，
通常都这样子啊，你射速快的东西攻击力就低啊。嗯，所以你要强用那个啊，用石英强化啊。可是他们在玩攻速最快的，因为昨天在聊，我就说我喜欢攻速快的东西，打起来就爽，对，有爽感，有爽感。好，又晚上了，很好，又是晚上，快白天了吧？主要是快白天啊。是啊，但是我现在蜜蜂他还是不想做事啊。哦，还很亮，还有一点时间，再五分钟。他不想要嗡嗡嗡欸，再五分钟，再五分钟，再让我休息个五分钟。其实他才是懒惰虫啊！讲错话掉下来了，保持度上面那一条。哦，你说保持度上面这一条吗？这是营养均衡给的效果啊，增加额外防御力。突然安静下来了。好，我现在在很认真的在对，对，在对我这个要怎么盖。嘿，啊，盖错了。不想上班，不行，白天了，给我上班。不想上班，还在过年。对呀、啊，冠老板。今天才初一，上班。初一吃素，初二吃素，初三还是吃素？大家都吃素，到底是初三还是吃素？你为什么要吃素？哈哈，你说的要吃素，吃素没有为什么？哇，好素好吃吗？可是我觉得它好硬哦。嗯，我也觉得蛮硬的。没，等下，哇，好，好，感觉比较好。来个花炮，哈，空杀回。啊，你上次没参与到。那天团团不在。对啊，团团团团之前比较少跟我们这样一起开。之前我在封 Undertale 嘛，拍谁？你 Undertale 跑完了吗？我剩台狼也没跑哦，你要走杀戮路线啊。我一直很不想跑，因为我觉得我忍不下心，但是听他们说你更想要更认识他们你就得跑。哦，好哦，有啊，他们都说都要这样子啊。对，两条路线都要走啊。可是我很不想跑欸。难过。看了会难过。不难过不难过，跑了你就不会难过。哀伤，植物球哇，哦，那个瓷砖的柱子哦，好好看哦。对啊，繁星的后面是各种音效包，棒啊！你们再继续叫，超好，之后都可以做成材质包了。对，我很柔情的。哈？哈？请别怀疑。哈？我很柔的。在盖啥？就是只是在盖给村民住的地方而已啊。我这边要变成一个交易所啊！嘎，这么久多一块，我还多做一块，快！好棒哦！然后门口再这样插 ，perfect，perfect， 赞啊，赞啊！没关系，不用思考在盖什么，艺术家在做什么，你都不知道的。嗯，就算他做完了你也不知道。对，就算我画画画错了你都不会发现。对，就像你不懂音乐的乱弹你也就觉得哦弹得好好听哦，然后弹完之后才会说其实我刚刚弹错了，对不起，其实我都听出来了。然后他没有讲出来，你反而都不知道，哎，你有弹错哈。哎，没对称，一二三四，没有啊，有一部分是因为对经典的歌曲没听到嘛，其他不熟的歌曲就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嗯，不会啊，如果是我要玩，真的要打架结局，我会从头打到尾啊，我不会断的，就看到就打，真的是看到就从头打到尾了，就不会再想要断了。哎，一下这个哦，一下。下雨天，我是不是要做一个防雨的
升级啊？他这是不是做升级啊？防御升级，这个风箱啊。哦。环境材质包。村民一直讲甩呀，那很恐怖哎、欸，甩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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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中一个，好。甩呀。交易完之后，好。我也觉得很可怕。那时候有一个人说：“林北是泥鳅啦。”做错了啦，都你呀、啊，泥鳅太小啦。哇！哎呦，你们乱泥鳅。哎嘿嘿嘿，爽呀！爽还是爽呀？你讲清楚。爽啦，爽呀！如果在风箱上面直接架一个屋顶的话，它可以挡雨吗？应该可以吧？你直接帮他盖一个小亭子嘛？对啊，我在想这样可以吗？应该可以吧？我要做半砖，做到一大堆石砖，能干什么呢？又不能干嘛？你做的石砖吗？我要做半砖。石砖我记得我做成台，我做成栅栏啊，供丢。哦，好，那就没救了。对啊，好了，我要去音乐家帮他消火了。消火？不是，杰克，你的货也爆出来了。哦，好，我再去领。现在。好，我再换材质包。呵呵呵呵日式神社，浪费时间。对啊，我就是懒得盖那些大型建筑，所以我才不喜欢盖家。我来这边干嘛？真的是很花时间呢、啊。对啊，你看团团那个就盖了四天了，才发现说有神奇棒棒可以用。对啊，有神奇脑棒棒。哦，今天我姐的小侄女啊，嗯，因为我那时候就播那个，不是播，是喂她吃那个蛤蜊，嗯，然后还喂到后面她，我才知道，我妈说她不喜欢吃姜，她不喜欢吃没有姜的蛤蜊，啊，很细心哦，小孩子，对，然后她说是要炒过的那种，说她会吃姜丝，我说哇，我到现在还是不喜欢吃姜丝哎，好猛哎、欸。然后后来，他就开始乱播，然后就突然，我就说：“哎，播给我吃。”我就嘴巴张开，他就真的喂我吃、欸，哎，哇哇哇塞，小萝莉耶、欸，哇，好爽哦，太爽了，太爽了吧，太爽了吧，好爽哦，这样会不会太多村民了、啊？就位置有点大、啊，好、嗯，有点不用那么大、啊，不用那么大、啊，对啊。你刚刚 P 的那区都是要放村民的、哦，对啊。哦，是感觉真的有点太大了，我怕养太多会让害你们卡，可是就还好我有留村民啊，因为才有要他要的，嗯、有刚、嗯、好有我要的。不会啦，就中间有啊，突然发现我刚刚那一个可以留下来。中间用玻璃，对啊，我中间是打算用玻璃啊，不用你说。小布袋，感谢布袋。跟你想的一样，跟你想的一样，可以可以。跟你想的一样，我本来就是要用玻璃啊。啊，我要去找石英了。哎呀，石英我有啊。我很多哎、欸，我有啊。你有哦？你要盖家的话，没有。盖家的一定不够啊。没有。你这坏坏的小熊猫，我没有。其实我是要现在把它盖完。哇，现在哦，这么的急。对啊。现在吗？那你需不需要我种一个，然后来快速量产？极简哦。有办法吗？极简哦，很快啊。30分钟就很多了。可是你现在研究蜜蜂，也是让你研究蜜蜂啊。没有啊，它蜜蜂撒下去就好了，它可以放在那边而已啊、哦。好啊，那来极简一下，我要去看一下你要什么。极简，你要给我活化水晶哦，极简加5颗。活化水晶，活化水晶要怎么做啊？活化水晶碎片，那要去挖。做不出来。去哪里挖？你可以跟影月借工具，然后去挖狂挖地狱石。
哦，所以是挖地狱石有机会有这样？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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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工具效果。嗯哦，好啊，那我跟你拿，我去挖，因为我也还是要去挖，我去找你。那你记得把你挖的东西先寄点寄到你家的箱子哦，不然他会一直跑到我的箱子。哦，好啊，就送你啊。超赞。然后就我要自己去挖石英，然后没有挖到这样。去找音乐喽。我的 OBS 截取不到我的游戏。OBS 怎么了？我不知道啊，他截不到我的游戏。下界石英，下界石英哦，好便宜哦，好好做哦。我刚刚就在想说，我会不会就是宽用错？真的用错的什么魔力池啊？小哦，我的游戏画面跑不出来，哇哇！不要玩盗版的。哎、哦欸，你要不要重？你要不要重开机？我玩正版的哦，我来了。啊、你要重开机？好，重开机。问你看看嘛，问你啊，你要不要？我没有重开机啊。哦，这个，你记得去对你的箱子的Shift的点右键。好的。哎、欸，然后去把那东西传回你家里，不然一直传我到。好吧，我游戏重开看看好了。再过个二三十分钟吧，各位。